他每天都会等我哎。嗯。可是中午的时候，他又都会跟他那些女同事去吃饭。可是下班的时候，他都会送我回家。嗯。可是我要跟他拜拜的时候，他就又走了。在喝咖啡，我也在喝咖啡。是哦，怎么没想说月下？我说你不是今天下午要去买东西吗？嗯，买完了啦。已经买完，这么快？嗯，你问一下不就知道了？怎么了吗？让对话更有温度。没咖啡。